就还没上当。你猜猜我们要去哪里？That's right， 又是三里屯。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是要做街访。现在我们第一步呢，要先填饱我们的肚子，先去吃饭。然后同事带我们去一家很好吃的，应该是越南河粉。一会儿到了，给你们拍。拜拜。到店了，你们喝的要什么？哎，大冰柠檬干姜茶。火车头的举手。这个。我想去我们公司楼下买橙汁。对，我就想喝那个，又便宜又好喝。贫民窟女孩。我过不了，我看了一个粉都已经有。是我的吗？我这个。Yeah, it's mine. Thank you. 今天穿的这个袜子很舒服，这个镜子拍不出我的腿细耶。啊，我们最可爱的小仙女组今天要一起出去吃午饭，我要让大家都在我后面出个镜子。让你看太阳下的我。不是，从来不是戴墨镜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很美。那你不怕你瞎吗？他人再也没有机会中奖。我们之前吃过一家很好吃的面，叫做正月初二。你为什么在拍我？我们现在到了中午吃饭的地方，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正月初二这家面店。然后他们家有个牛肉面，很好吃。我的队友正在排队，然后我占了一个六人桌的位置。他这次就是拿破西。嘿，我们齐了，你看，牙疼。你的摄像头每次都是这样的。我们都应该是这样。那你肉肉嘛，你就老是把你的肉对着镜头给我。在镜头里这样说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imothy。我有点后悔了，我刚刚不应该点牛肉面的。看我的面来了，啪啪啪，彪彪面。哎，对耶，说对了。神清气爽，朋友想，对，我想喝悲欢那个橙子。
今天穿的还是露脚踝的鞋耶、yeah。 嗯，对，嘟。喜欢吃这种橙子，我买个脐橙吧。哇，你看有肉叶。嗯。